大家好，欢迎乘坐山东航空公司的航班，我们将向您介绍飞行安全注意事项，并一同感受全程济南的魅力。进入客舱后，请您将行李放置在行李架、座椅下方的挡杆内，紧急出口处、过道和应急设备存放区都不要放置任何物品。紧急出口座位的旅客，请先阅读应急出口旅客座位须知卡，并依据卡片内容进行自我对照。不符合就座条件的旅客，请联系乘务员更换座位。就座后，请系好安全带，使用时将连接片插入锁扣内，并在飞机滑行、起飞、着陆和飞行中遇到颠簸以及系好安全带指示灯亮时，保持安全带扣好系紧，解开时只需打开锁扣，拉出连接片。你好，欢迎登机，起飞落地时请调直座椅靠背，收起小桌板，打开遮光板，务必将手机、电脑等电子装置切换至飞行模式，关闭 WiFi 功能，无飞行模式的手机需关闭电源，并取下耳机。机上任何区域都严禁吸烟，并禁止摆弄或毁坏安放于洗手间等处的烟雾探测器，这对飞行安全至关重要。当飞机失压时，储藏在座椅上方的氧气面罩会自动脱落，氧气面罩脱落后，请用力向下拉面罩，将面罩罩在口鼻处，把袋子套在头上，进行正常呼吸。特此提示，一定要先戴好自己的面罩，再去帮助邻座儿童佩戴。救生衣存放于座椅下方，使用时经头部穿好，再将袋子从后向前扣好系紧，用力拉动红色手柄便可自动充气。若充气不足，拉出救生衣上部的两个充气管，用嘴充气。切记不要在客舱内充气，待撤离至出口时再充气。救生衣配备夜间定位照明灯，使用时需拔掉电池销。机舱内还配有救生筏，存放于行李架或天棚上，水上迫降时请听从乘务员指挥操作。陆地迫降使用充气滑梯前需脱下高跟鞋，乘坐救生筏前应先脱鞋，上筏后对称分散就坐。本架飞机除通常出口外，在客舱中部左右两侧还设置有紧急出口，请沿机翼上箭头指示方向坐滑下机。机上紧急出口分别标有照明指示标志，紧急脱离应按指示路线撤离。发生紧急情况时请保持镇定，自觉维护客舱秩序，严格听从机组成员指挥。飞机发生碰撞时做好防冲击姿势，撤离时禁止携带任何行李。最后请尽早阅读配备于座椅背后口袋里的安全须知卡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山东航空祝您旅途愉快。